这边是一个回流区，不过这样子的话水流很急，大部分都是停留比较会游动性的鱼类。这边吉泉桥下方水流很大，有红魔鬼啊，那边应该不错，鱼啊，黑色的鲤鱼。
钓到，就剩下鲫鱼还没钓到。没有，这个洞没有。你放那个洞里面。你拿出。你放那个洞里面，你放那里。它还跑掉了。哦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放。拿回去。